所以今天也祝大家平安。啊，无需要宽免大家吼，因为这个几年中间，德刚都伫排，拢是照旧的这个经管伫排，所以创世纪上好是大家伫厝中间吼，至少去读一遍、两遍、三遍，安尼在听这个主日讲道时阵，会当较了解。这个今仔日。这个经文吼，咱会当看作一个大这个时代中间一个非常温暖一个故事。好像咱去看电影，这个电影是拍这个战争的电影。啊，导演吼将这个镜头暂时转到一个真小细汉这个人物的家庭中间一个温暖的故事。咱对这个中间通看出内面真宝贵的信息。这章经文中间啊非常清楚，大家若卡斯个无了解这个创世纪，都随时知影佮你讲起甚物一个主题，就是接胎啦，也是讲宽胎。接胎实在讲有两方面意思，就是讲头一方面，咱接胎对上帝来施教，啊，接受伊恩典。亲像一章圣经安尼讲，讲囡仔接纳伊个就是信伊名的人，伊就受说伊有权叫做上帝囝儿。因毋是对血气，也毋是对肉体意思，也毋是对人意思，就是对上帝来。这是头一个方面，咱接纳上帝囝，也是讲伊这个速度。另外一方面，接纳是接纳对方来这个人客。表示讲，咱爱分享生命个见证，救恩所带来的改变。哦，六月第一礼拜，牧师要邀请三位洗礼中间一个兄弟姊妹做见证，一个三分钟到五分钟，这是非常宝贵。阿伯拉罕接到上帝赐教，予咱提起伫倒位，即阵圣经会当小可来了解，讲是真个跟到伫人世间得救办人。伊伫世间对伊来创造，也世间毋捌伊，伊到家己个所在，也家己个人毋接纳伊。所以咱要来接纳遮个人，无拄到会当了解真侪代志，总是通过接待时阵，但说接待人通过你会当了解真侪代志。所以所有信徒都要准备好势，你随时要接待上帝赐教，即对上帝角度来看。人的时间已经无偌久啊，剩无偌济啊啦。这个世界还阁会当存在，敢是因为上帝怜悯，是因为这个城市中还阁真侪上帝百姓，包括你伫中间。那告诉上帝，这个时阵要来审判的时阵，你敢有把握讲哦？上帝，我会当到伫天顶？唔敢。上帝的日，一日也未到。所以伫这个时间，咱都要准备好势，随时来款待对上帝来的圣者，或者是对厝边隔壁这的亲戚朋友，这中间拢有可能，因拢是上帝的囝。头一个无能看见，这个重点就是看见上帝这个赐教。咱知影这回上帝的赐教临到，伊的目的就干那一项，要去到一个城所多玛甲俄摩拉，要来毁灭。在这个中间拄到阿伯拉罕甲阻挡，并且是拜谢恩谢。换句话讲，这场接待有一个目的，阿伯拉罕唔知影。伊是要小可要刷上帝心底生气，后壁来通徛伫中保地位，叫人甲上帝会当和好。请咱注意，后壁来通伊在讲话甲伊行动，伊讲话非常温柔，真有礼数，总是伊的动作非常的紧，温困也非常的慎重。咱来反省当，家己敢有接待主啊？那是看咱要怎样的讲，实际上是看咱安怎做。
在教会中间有真侪人讲，哇，我要为着教会因，我做真侪代志，正话讲啊，心底恶露，心底在咧祈祷，讲了真侪，从实际上呢，中咧教会，咱思考看卖，真正伫行动中间，点睛伫遐做工的人有偌济？有当时你到教会中间备办好势，你讲看一条无爽快，就讲哎，这要准备好，这要准备好势。怎我讲你呢？你开袂当来吃？你敢知影咱的这个龙造像，身躯无好势，对无？你唔知道，伊原来受聘请就是管理员厅。包括伫这个所在做清洁、摒扫的人啊，总是长老唔甘啦，伊随时都跋倒啦，伊欢喜走路就安尼跋倒啦，所以摒扫这个大场这礼堂伊无法度做，本来是会当做，现在袂当做，袂使凊彩弯腰。伫灶脚中间煮菜是无要紧，即马就讲看煮菜就好，这个摒扫代志拢互其他人负责。伊一个人会当管理遐多吗？咱会当斗三工嘛？伫工台顶中间，牧师徛伫遮，即个工台遮，也真侪即个垃圾所在，恁看袂到对无？即会当做啊？接待人客到伫咱中教会中间，你会当做啊？传福音的代志，直接也至到你的厝，你会当做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信息跟我们说，耶和华站在这个树的边，对亚伯拉罕出现，亚伯拉罕亚伯看见的时候随走，滚我伊跟亚子拍在头上，注意看伊的动作。亚伯拉罕是怎样来计较上帝的这个数价，请注意伊的角色的态度。伊看见犹文，好像是应允所在一个故事的，对我们讲守望者。伊也是整个世界的故事人。头一个，咱会看讲看见，这个事吼，唔那是单纯讲目睭的看见，是咱用心来看见。亚伯拉罕。自早开始有一个无同款的目睭，我叫做上帝的目睭。伫主神上帝引带，对伊来讲，这是一个过秀的人目睭，已经有这个惯习啦。真久啊，伊必须安尼做，是安怎？已经离开个故乡，伊无厝啦，伊要去倒位，完全要靠上帝引带，所以伊非常注意上帝的声音，也是讲任何的启示。伊随时观察上帝运作，这是看见的强调的。我咧想讲，咱今日都感谢呢。咱已经知影讲，咱的目标无在伫这个世间呢，咱的目标是在伫这个无看见的迄个未来。所以，请问你看什么物件？耶稣学生问道，有一句安尼形容因遮啦，因也不看一人，只有看见耶稣的遐。你去看。保罗伊怎样看迄个上帝？无提出来，咱做来读。唔拿呢？我真正看万事最损害，因我掠捌我的主基督耶稣做第一好，我为着伊捌损失一切，也看做粪扫，是爱得着基督。这是伊的人生，这是保罗所看见的啦。第二就是用走的，中文的写讲用行，但伊含义翻译做行，唔是真正是用走。走去跟我这个暑假，这个讲起一个足欢喜的态度，非常迫切的心情来行动。第三就是赢钱。接待用饮食，好像就一个限制，付出一切代价。咱传福音甲人，都必须要起造这个关系。哦，你可
讲这个团婚建立关系，我跟你讲无简单，都要付出代价。时间、分享、金钱、热情、关怀，真多。第四，拍地图拍，这是表示敬虔的态度。圣经写讲，玛利亚不是在耶稣脚前，总是旧约圣经过来被人看见，阿伯拉罕伊拢爱拍地对。向上帝来敬拜，看家己不过是上帝面头前的土粉，咱才会当真正接待主，为着万人来祈祷。我咧观察阿伯拉罕这四个动作，请问大家，你认为哪一个是非常关键的？哪一个？这四个动作拢非常重要，干啥呢？总之，我认为讲头一个动作，看见是一个关键，看见就是认出。咱问一个问题：咱有愿意来接待主，或者是主受道无？我相信大家拢是意爱，而且是带着这个欢喜的心。总是问题讲，咱要怎样认出这个是主，这个是主的受者？问题伫遮嘛？美国一个节目是大企业头家伪装做一个普通员工，不是到底。这个阶层的单位来了解员工作业的情形，因这些人吼，拢无多认出，伊是头家，这个节目 undercover， 大头家，所以这个员工对这个伪装的大头家吼，讲了真多真的话啦，对家己啊，也是对公司真多这个改进意见，啊，头家听了啊，原来原因伫这个所在。后来，这个头家用这个真的面貌来出现的时阵，因非常着惊。啊，头家非常多谢这员工讲真的话，也非常关心因个人的关怀。这部剧的落尾非常的精彩，哦，双方都有啼哭流目屎，用啊头家甲小让甲安慰。卡斯坦博阿多认出是主的时阵，请问，咱要怎样用这个高规格、这种礼仪来款待主的属者到你的家、你的厝呢？在亚伯拉罕的亚伯拉罕心中，咱看见伊随时带有一个谨慎的心，随时来准备来迎接主的访问。那安尼，咱就要问，咱怎样来准备呢？在这个所在哦，牧师继续来分享一下。咱至少两种认捌，还是种认出主耶稣的这个方向。自从耶稣过啊到即阵，人对着耶稣的认捌有两种：头一种是对肉体来认捌，第二种是对圣神内面来认捌。亲像保罗伊所讲的一句话，吼，咱做伙来读：我对他以后。无照肉体捌人，虽然捌照肉体捌基督，但以后要不安尼捌伊，这是秘书，就是讲咱就爱脱离对肉体捌耶稣这种的方法，进入到对信心的内面来认捌耶稣基督。我举一个例，这个摩大拉玛利亚。我得到的这个玛利亚对耶稣认捌。有一天，玛利亚在耶稣的磨坊堡的边啊外口的啼哭，啊，啼三在迄个时阵出现对伊讲，夫人人，啥事的啼哭？伊讲，因为有人将我的主刷走，我唔知伊系伫倒位。讲这个话时阵，都我当心，看见耶稣徛伫伊身边，总是唔知是耶稣。我相信你不好站在那里，有完成我多人吧。他抓我当心所看见主耶稣时，他最多年以来所看见所人吧，所军队主耶稣却是今天一波多人出，为啥样一波多人出？因为在那个地肉体里面的上帝子已经是定在十字架顶面，伊这个时阵已经是对死割我，
今仔日伊所毋望会当得到迄个身躯已经过去啊，所以今仔日伫肉体内面认捌耶稣的人，伫伊过啊了后就无多该认捌，无多，因为耶稣毋是玛利亚所认捌迄个肉体耶稣啊啦，那是伊所无多认捌的主耶稣。今仔日伊不过再是历史顶面的主耶稣，那是活伫灵内面的主耶稣。所以伊毋是活伫肉体的主耶稣，是踮伫圣心内底的主耶稣。玛利亚，你若用这个肉体目睭，要来认出这个活伫圣心内面，跟我主耶稣，不可能。咱真困难想象，这是什么坏代志？咱真困难想象。耶稣就问讲：“富人，啥事提考？你要找啥人？”玛利亚也准讲，伊这个人是管理这个牧场的，就对讲先生，那确实是你将伊来刷走吼，请你靠我讲。玛利亚的目耳孔，玛利亚目睭，玛利亚的耳朵，无法度来认出对四个话。踮伫信心内面的主耶稣，无法度。今仔日玛利亚无改变，那是咧人的耶稣改变。玛利亚依然是早前迄个玛利亚，总是主耶稣已经改变了。咱若用旧的方法来看新的耶稣，无可能。同款的代志，咱真侪人已经信主啊。犹原是用肉体的热情去来想要认捌军队主耶稣，你的路、你的脚，行到一站的时阵，你会忝，因为你用人的方法去来认捌这个国外主，到一个抗战就无法度继续啊。除非有一个新的开始，除非啊。昨有一个退休的牧师来这来跟我见面讲话，这个牧师早前捌伫万教教会牧过真久，退休牧师。后来伊退休了后，到伫美国时阵，伊经验着信心的改变。伊是退休牧师哦，伊经验着信心的感动改变，然后伊倒转来。就开始做一个叫做圣灵更新的运动。我看伊八十几岁啊，总是内面有份快乐心。我相信伊真正是经验到一挂信心的这种感动临在。无亲像一挂迄即个退休牧师哦，你甲伊讲话时阵，伊拢是讲一挂失败。失望的，无愿望的，无快乐的代志。一个做牧师的人服侍，无快乐，是要安怎讲快乐的？这个讲道篇，予咱感动啦。感谢你，莫做这样代志啦。牧师是良心的事，这个事业呢，信用也同款。咱问家己，你敢有信用，信到非常快乐？咱敢有经验到上帝，好亲像活伫你的身躯边，好亲像活伫你的内面，这是用新的眼光来军队主耶稣。所以玛利亚无法度认捌，到落尾时阵，耶稣就发一个声音，就叫做拿波尼，拿波尼，拿波尼就是先生、夫子的意思，甲这拉拜的意思是同款。耶稣用不相同的腔口甲伊讲话，这个时阵玛利亚好亲像受到真大改变。我当时一看，啊，是你，怪主，是你呀！确实是一种超越人的想象，是一种莫名的过程，予咱会当了解讲你是啥人。伫内面，咱来看见。讲这看见有一个真大原则，因为启示是讲看见，唔是对耳孔来，唔是对目睭来，唔是对咱的理解来，唔都唔是，
开始就是开始啦。我就问上帝，这要安怎解释啦？开始就是这种感动啦。倒是就爸爸妈妈讲，对于这个查某囝讲，你较会介意迄这个查甫啦，生了无安怎，啊，厝内底也无啥物物件，你较会介意伊。啊，查某囝讲无法度，我内面的魂好像就互伊牵去同款，真困难的解释。那你做爸爸妈妈要安怎解释？你敢会当阻挡？无法度阻挡，干啥呢？启示是一种快乐，是对上帝来。玛利亚在这个所在看出、认出耶稣了，都赶紧走去嗯，其他的门徒讲：“哦，主耶稣已经过啊！”其他人来有样委婉，也同款是非常莫名其妙。在上帝建立中间真困难所在就安尼，真侪咱所理解在吧，是对人的嘴所讲的，然后接受到咱的耳孔，对一个人理解。传到咱的耳孔内容中间，拢是宣讲，拢是道理，拢是教训。咱会记得，只有圣经的知识是无多的。有两个门徒，唔只有妈，伊妈有识的路就得行路。各位出现在伊的身躯边啊，甲伊三个讲话，讲起旧约代志，讲起伊的代志，因家人听了非常心底火热，总是认不出来。到落尾时，到厝内边要开始要食倒，食这饼时阵，耶稣作声了后，两人的目睭都拍开，耶稣都随判去。对主，咱的确爱内边有人物，请问咱要怎样来做这样代志？这是一个属灵看见，牧师有一个非常大的经验，这种的看见。就爱操练，熟练的看见必须爱操练。咱无法度点睛，就坐伫迄个所在，讲随时对天讲着，至少对心底开始，就爱有确保讲主，互我开始对心底来看见你。第二，我就要准备听你的启示了后，随时来叮当。咱总啊，作为讲阿门。你若准备好势，就至少讲主，我伫遮，我无法度用这个肉体的理解来理解你，除非你不主动对我来启示。每一回咱在读圣经时阵，头一个动作，请你邀请圣神降临伫你身上。你唔通将看圣经甲这个看这个漫画书同款的心情。研究所、神学研究所有两种，一种是将圣经当作普通的知识来研究。在美国、在英国有这种的学位，教你读研究基督教，总是伊无拄拄是信主的人，这是一种神学院。同款有硕士，同款博士，伊研究基督教，像是研究佛教，像是研究印度教，总是。连得要做上帝萝卜，都要读另外一个神学院。在进前的时阵，就心底相信讲，主我是你萝卜，求你来引带。然后听候哦，那启示来的时阵，都要叮当。阿伯拉罕接受上帝启示时阵，叫伊讲，你就要离开你的故乡。咱甘愿离开故乡吗？甘愿离开这舒适的环境吗？管干嘛？离开你的事业吗？离开你所习惯这个所在，凊彩当买到这个菜，看电影真方便，坐这个公车真方便，会使吗？去到你无爱去的所在，唔知所在，去到迄个所在无稳定、无法度计划所在，为着住的国度，伫迄个所在来拼命，咱准备好势无？阿伯咱准备好势？所以迄个启示，互伊看见，随时都出现。所以咱唔通讲形神，讲哦，伊有这种哦特殊这个运势，唔是安尼。迄个基础的这种功夫，咱都无得做。干那爱迄个好的启示，信仰是安尼，信仰是整体。所以
对内面开始，咱就知影讲哦，是主的时阵，所以后面这个动作接待才会当牵连智慧。第二，咱看见内面的这种人物，或者外面的知识，信心的人物，嘛会当做内面的开始。其他两个两方面，拢啊不时来追求。但是，咱对这个因为看见，对看见带出真实的这整个接待，今日咱爱接待人，那确实是主，或者是讲非常重要的人，请问你为安怎来准备呢？真多谢真侪人接待呀，这个牧师，唔是讲常常接待，兼在一年中间一回，所以我注意到，迄、那个桌顶啊菜。不加罪，明明是吃不了，总是台湾人一个真大呢，拢十二道啦，哦，所以大家拢注意哈，要请要这个无素性十二道，安得好啊？拢无什么笑话啊？表现出迄种的热情，主人迄种的热心，对不？因为你知影这个人，你就没有真重要。总是真正得到的心认出，人看见什么，表示讲你注重什么，也决定你爱接待人的心情。后边人对主讲：主啊，我若伫你面头前啊蒙恩啊，请你唔偷离开，做你走，唔通留你家，伫树下来休困，吼、哦，我过来摕淡薄饼，互你来给天开了，让你再来离开。所以请到树下来休困，因家人都讲好，照你的话去行。接待人客是这个主题，圣经讲人啊，接待恁就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迄个找我来的人。接待就是上服侍上帝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古圣经讲对神长期立合，用和平来接待世罪，所以不甲。唔顺谈的人，三个面无，所以接待那是讲表面廉洁，也是大接待也接受到上帝所教伊所讲的道理，所以接待是等于讲道接待这个道理。在圣经中间非常清楚一个例，就是抽象撒该接待主耶稣。咱知影这是耶稣主动的，落来我要给你一刀。总是当撒该接待耶稣的过程了后的隔天，咱随看见撒该真大改变，伊甲上帝关系好好啊，所以伊甲别人关系也改变，并且做好好啊，而且伫伊的行动中间证明伊的改变，伊讲我要将所有财产一半分予送穷人。当基督的门徒受基督来塑造，成做创造和平的人；当基督的门徒受基督创造，成做陪家己十字架的人。因那是福音的宣讲的人，也是福音的显明的人。所以意思是讲，当你教会所有人，你我拢捌福音的道理，相信你我的心中，互人看见。但拢是这个福音的实践者，那些要讲心中就是迄种的实践者。所以你看讲别人还没告诉你，看伊一关系，总是你看咧行动，哇，非常积极。伊所讲的话，咱会当分析的战术。头一个，阿别人很非常清楚，对方你是主，我是萝卜。咱的确都要知影，在这个世界，在这个处，耶稣是咱的主。不管你是头家，不管你已经结婚了，你随时拢有这个观念：耶稣是我的主，我的厝的主，我的公司的主，我是老板。今仔真多，咱这个聚会到伫礼拜来这里参加聚会，俩尊公家己是乎上帝稳定。心底就是讲，我有来哦，我有奉献哦。
咱若有这种的观念嘛，那是真歹。第二，确信基督的目标，伊讲主啊，我若伫你的面头前受恩，求你唔通离开了无，做入去。所以伊主动上帝受者，是有伊的原因。后来知影讲上帝要做代志，伊发出迄个祈祷。第三，伊满足人的需要，伊的动作非常细致。伊对上帝的受者讲：“我摕水来给你洗你的脚，恁伫树下来休困。”然后佫讲：“我佫摕淡薄饼来加添恁的快乐。”在讲话的中间，这个使者都会当享受阿伯拉罕所予伊的人，这个接待，吃好物件，兼且是饮这个葡萄酒，讲一挂生活上顶面这个趣味的代志，让你看出阿伯拉罕的热情，然后主动地拍开因要去做的代志，因小夸兼在的听候讲，唔知影阿伯拉罕有甚物反应。阿伯拉罕的反应非常重要。阿伯拉罕听了上帝要来毁灭索多玛哥摩拉这个城的时阵，伊的反应非常重要，给咱真大这个教示。唔是讲咱祈祷的内容，是祈祷的对象。阿伯拉罕无求为着伊的代志来祝福，拢无。我咧想讲，阿伯拉罕挑工吼。无必讲这生囝的代志，因为伊已经听过讲，要应允予伊的宝贝生一个囝，阿伯拉罕内面有祈求，干啥呢？十七章中间有在写，伊无讲这代，伊听了的时阵，伊随时为着这个城中间的异人来祈祷，伊的动作因敌上帝使者要往这个城来毁灭，这个动作是要予更加多人得救。咱伫接待人时阵，减菜淡薄水、淡薄饼，无算啥物。总是咱伫经营人际关系，毋忘遐个迷信者，会当对咱的印象会当较深，有机会会当用温暖对伊来分享，咱的改变，咱的见证。当咱愿意为着遮个迷信者灵魂被出基督的时阵，这个动作就是相款，甲阿伯拉罕因敌上帝毁灭。是安怎？这个时阵，上帝无来毁灭这个世界，因为你，因为我，还有一个机会，赶紧和这个迷信者来传福音啦。阿伯拉罕动作，在这个所在有一个原则，咱所注重的人决定你接待深度甲品质，你所注重的人会当决定你接待的品质甲深度。你若看轻一个人，伊随到你的厝，你就唔忙讲，赶紧拜托你离开，感谢呢。总是你若注重人，你甲邀请深度入到内底。美术馆有两个客厅，头前一个客厅是一般的人客，伫遐坐倒。总是内底还佫有一个客厅。是阮伫食饭的这个所在。当阮将恁邀请到内面时阵，意思讲，你是真重要的人客。唔知心底有一种分法，青少人先坐伫头前，较熟的人开始坐伫了内面，同款的代志。阿伯拉罕看起这真重要，伊摕真侪物件。唔，那是对这个银泰，这个啥个赶紧准备这个面，准备做饼。伊啊，本身走去这个牛群中间去扛一只整个肥的牛，要来抬，煮好一只。哎，准备一只牛，你敢知影爱个用偌济时间？迄唔是一点真久哦，迄唔是两点真久哦。布农族有人伫专业伫做迄、那个。猪哦，行这个猪哦，哦，一只猪即马是包括因的这个工人塞车来将几只猪送到家，然后因来负责家里这个行这个肉，
听讲是15000块啊，即嘛，哈是得真好食，真好料理。一只大只的这个猪哦，差不多50个人会当食。你看，杀一只牛，迄、那个时间，哎，运用遐侪这个员工在招待，说，那卡叔我是一个人家。无甲你讲，进前无甲你讲，我要来访问，谁来出现时阵，你就对我安尼来交代。三个这种暑假，你想伊的心态是安怎？那好，真个耶稣俄罗斯的负责人，摕一个抹一个香膏，诶，这个膏油，对伊头壳顶倒落去，真香的香膏。有人讲是真浪费，总是耶稣讲卖甲阻挡。同款的代志，咱做交代，若卡斯翁感动了人客时阵，这个人客心会改变啦，会甲你记牢牢。阿伯拉罕做的款待的代志，和上帝赐价记牢牢。亲爱的，咱注意咱的款待，然后。咱这个动作中间，请注意这个行动。看第四，家己徛伫这个树卡，徛伫迄个树卡挺好。这是 servant 萝卜非常标准的动作。萝卜徛伫主人的边啊，准备好势时阵，无需离开，徛伫迄个所在。为什么？准备挺好。主人新的命令，咱不是到底这个百货公司中间在看这专柜小姐，咱唔捌看见专柜小姐坐伫迄个下面，有无？差不多拢是徛的。我就问讲，我有当时阵看过，哇，这徛的规工在徛，真忝哦。所以因就公司了，因听讲因拢会换这个鞋啊、哦，平底的哦。你注意看这个。服务人员徛的对人客有甚么款的反应，就表示讲对你来准，这个随时准备给你欢迎，随时准备给你款待，这是注意到这个形象。总是咱都进入到这个圣经中间，得看时时阵，这是罗伯的表现，谦卑的态度。阿伯拉罕认白的角色，伊是罗伯，这真正是主人。主人随时在这里，在咱的世间中间随时出现，用伊家己的方式出现在你的面头前，出现在你我要决定这个公司要怎行，家己要怎行，婚姻要怎做，出现在咱做任何这个决策中间，主人在倒位。咱有当时阵决定真多代志，主人喺伫边啊。耶稣唔捌参与伫你嘅人生中间主要嘅讨论。听候到你嘅身躯衰烂嘅时阵，你才向上帝祈祷。有当时阵上帝出现时阵，伊会讲想办法啦。到这个时阵才想我。伫迄个关键时阵，交迄个朋友时阵，要做咧投资嘅时阵，要做咧决定时阵，你开无对我讲话。亲像罗德同款，伊要选东选这个西，做伊去选，选到愈来愈清算，讲我这索多玛的时阵，伊了仰回向上帝来祈祷。咱的人生到底是你家己来决定，或者是乎你家己真正的主人上帝来决定？阿伯拉罕。为头到尾拢非常清楚，伊是罗伯，行何时了就行伫伊边啊，随时 stand by， 讲主啊，还佫有新的吩咐啊无？还佫有新的吩咐啊无？我想起当初细汉时阵，阮踮伫这个山顶，真侪人知影讲读书伫山顶的厝。细汉时阵，阮是住用竹啊砌的厝，我知影对。现出事厝，进前拢总换三遍。迄个底啊，拢是凑这个三年以上的底啊，起的厝，拢爸爸来设计，
真简单，总是不只看。当然啊，超过三年了后，迄、那个底啊变色的色，对青变成做这个黄，然后变对黄变成做灰色，要表示讲厝差不多爱换。风台天来的时阵，对东边风较透的时阵，就迄个厝都为这边安尼啊斜斜的啊。过年时阵，风台天对这边吹着，这厝都都归家呢。拆开时阵，底啊甲底啊内面拢是蛇的皮。阮已经非常习惯。有一日，有一个非常善恰福的人，不要讲话，身材矮矮瘦瘦，差不多不到五十岁，总是伊的面容非常的憔悴，好像就八十几岁人共款。伊是互人顾，伫一个厝中间互人顾。所以，伊不是爱到山顶去捡迄个大的茶倒转去，爬上山落山，下晡时阵下昏时过来上山落山。每一回有这个机会，阮老婆看见伊时阵，都用手啊招，讲来来来，互伊真准备一个真大碗的饭，啊个菜，大的迄个鱼干鱼，互伊食。伊食了喉咙非常紧哦，哒哒哒食了，我就伫伫边仔看讲，哇，这个人食饭遐遐紧遐散，食遐多，规年拢安尼甲接待，所以我心底已经有这个习惯，讲，那确实有这个机会，伫你我中间的目睭看过，看一个无甚物了不起的人时阵，你有这个心。一个开来一旦服侍伊的时阵，请你唔通阻挡，因为这个人兼菜是上帝赐加。对细汉时阵，我已经养成这种的态度，所以我心底真感谢，真侪人出世对我一生中间跟我接待的时阵，我都心底甲你祝福讲，你是接待上帝的赐加。大家拢会当安尼做，你会当将做别人主人相识，兼在你有当时阵扮演上帝迄个人客，伪装做上帝使者，进入到一个所在，你怎样体会，你就知影上帝心是怎样来体会。徛伫边啊，你知影落尾是啥物吗？上帝给咱是超过想象的祝福。咱做来读这个经文，受伤的芦苇，伊无压紧；要花的灯火，伊无拍煞。伊照真实将公理传播。上帝有当时阵，予咱的这种的祝福哦，是超过想象。我讲一个简单的例子好。那卡苏当讲话予人祝福时阵，一般来讲哈。对方会非常欢喜来接纳，感谢你。总是当有一挂话唔通凊彩讲，比如讲，咱若对超过七十岁有些人讲，有些人哦，祝你这个早日生一个囝，祝你早生贵子。这有当其实咱咧上年团契吼，要来结束的时阵，落尾迄顿吼，去会长甲牧师做下来，大家来举杯啊！多谢大家今天来啊！祝你啊，唔知咩找什么事就对了，凊彩一句话造出来，祝你们早日生子，这样大家笑会笑到呢？想怎会笑？这是不可能的代志，敢唔是呢？啊，真正是隔工啊，准讲七十岁以上的阿妈，真正是怀孕哇！我真正这报纸都要弹出来呢，吼！检查这个福星人，检查的密差不多几个月呢？兄弟姐妹，这个话语出现在圣经内面啊！上来，伊是一个在迄个时代中间，时代中间变成都非常安怎讲？点睛、见效，一是福星人。伊的地位本来是一个非常官壮，是这女婢下嫁，竟然怀孕有生囝。伊拢无，伊地位拢无去啊！虽讲阿伯人对伊真好，总是伊的心底
无愿望。但上帝出现的时阵，对伊讲：“撒来明年时阵，你要怀孕生囝。”伊就伊刚才想的是讲：“人家你若来吃吼，接受阮款待安就好啊，卖甲我乱啦，好无？吼、哦、啊，吃了就倒转去。你若要甲我束缚吼，卖讲这个话啊，就不可能的代志。起码咱来想倒转来，那卡数是有可能呢？撒来，你要接受无？”当然嘛，就算讲你甲我踢球，一年了我生一个囝，咱要怎样来看？对踢球转变做安怎？尊敬，因为你会当对你的囝中间生团，这个血统传落来的时阵，就照上帝甲阿伯拉罕立的约，无过长。所以上来到落尾时阵，怣影。去年伊怀孕的是对金中间，伊拢无多讲话，因为上帝小可甲伊责罚。阿尼生哦，你无要听上帝讲话，随望我所讲的话，互你笑，总你袂使笑。一年中间你袂使讲话，下到啊，定好到伊生囝的时阵，上来才会当讲话。咱做讲阿门。兄弟姊妹，那卡数上帝给咱的祝福是超过你我的想象，超过咱的理智时阵，你要接受无？每一个人在一生中间，拢是上帝计划，拢是上帝吸引，唔通照人家己意思对上帝讲好唔好？阿伯拉罕撒来教导不能怎样？因是伫过程中间，拢是真做上帝拯救。一个中间非常重要的吸引，因为上帝捌对阿伯拉罕讲，这个约是要对你来生出，而且是孙的哦，你女比所生的囝袂使，一定就要对上帝出世。所以咱伫这个中间，咱看见上帝接对上帝的属下的接待，然后看见上帝给咱的祝福，都袂。阿伯拉罕因为伫灵内面看见上帝出现，抓住这个机会接待何撒因，体贴上帝这个心，大胆为着这个罪恶的声来祈祷，上帝用这个出人意外的方式来回应。原来人心脉当安尼过，人心脉当不时接受上帝和咱心底这种的 surprise 怣影，总是咱有法度抓住。这种机会嘛，会当嘛，请咱随时注心伫主耶稣的身上，咱做来祈祷。主求你训练我有一个熟练看见甲目睭，予我随时通看见你伫细汉囝伫送香的伫欠起来中间，看见你伫因的中间，然后予我有够热热情来接待因。原来你讲。当我接待遐个祭物时，就是在接待你。我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阿门。